看看新闻网。下午两点，尽管雨势不小，上海当代艺术馆的门口已经排起200米的长队。走进展馆，100多件色彩艳丽的作品前都聚集着黑压压的人群。据悉，如此火爆的状况持续了3个多月，最多一天参观人数甚至达到6600人。现场最受欢迎的装置作品《无限镜室》，观众排队等候许久才能进去看上15秒钟，但每个人都觉得这短短的15秒是场奇幻之旅。很梦幻，很迷，就是那种像就像星际迷航的感觉。我觉得这个是最值得进来看的那个，我是第二次来这里了，非常非常佩服，就是很简单的东西他想到了。我们这边参观时间一共是30秒，然后请各位抓紧时间。位于2楼的洁净之屋布满了草间弥生标志性的圆点贴纸，观众可以在30秒之内发挥想象，随意粘贴，从参观者变成创作者。我觉得蛮有特色，很多是需要我自己去参与到其中的。感觉一进来就进入一种神秘梦幻的这种感觉，互动还有视觉的冲击力可能会更大一点。据介绍，为了避免当代艺术留给人们深奥晦涩的印象，主办方花费了半年时间进行策划布展，设计合理的参观线路，还采用新媒体进行宣传预热。主办方希望让所有的参观者都沉浸其间，理解并感受作品。